迁移动神经芽孢杆菌的属名是 Neuronobacillus。 迁移动神经杆菌的种名是迁移动神经杆菌。短杆菌肽 S 是一种由走动神经杆菌、动神经杆菌属细菌产生的抗生素。迁移动神经杆菌菌株 TP115 的基因组大小为556554 BP， 产生抗生素短杆菌肽 S。 迁移动神经杆菌菌株 TP115 的基因组大小约为556554个碱基对 BP。 此资讯来自 NBiGenBank 资料库 https://www.ncbi.nlm。 根据提供的信息，游走动脉神经杆菌是一种革兰氏阳性细菌，因为它产生抗生素短杆菌肽 S， 其基因组大小为556554 BP， 大于革兰氏阳性细菌的平均大小。